第3个问题，弟子以前走了一些弯路，现在回归净土念佛。先前跟随学习的两位法师讲的光盘著作加持的法宝（括号有2箱子），不知是否完全普法，担心不负责任的直接送入附近的寺院。流通出去是否会误导他人？因为相信刘老师有智慧，请教老师，弟子该如何妥当处理？3方面的建议：一、送还两位法师所在寺院，或交还两位法师本人；二、结缘给两位法师的其他弟子；三、找一个适当的地方暂存起来。